team 里面，禁区又弹出来，良好三外的情况下，这个变化球让陈俊生打到了中外野，看看沈浩伟有机会吗？再靠近全打强烈的位置，接杀出局。沈浩伟在二局的下半连续抓了三个出局数，也让罗莉到目前为止连续解决了六位蓝面团队的打者。在前面两局打完之后，富邦悍将跟蓝面团队仍然是0-0保持平手。